我们看例题了哈，现在有三个零，两个一啊，三个二，共有八个数字哈，要做成那个八位数了。问，可做成几个八位数了？好，那你要做成八位数的话，首先哈，第一位数呢不能是零，所以哈，第一位数不能是零，那就等于呢全部的排法，哦，这全部的排法是不尽相应的排法，它扣掉呢。第一位数是零的排法，第一位数是零的排法，也是不尽相应的排法。好，任意排的不尽相应的排法有几种方法？就总共有八阶乘嘛，有三个零一样，两个一一样，然后这个三个二一样嘛，三阶乘。它扣掉多少？扣掉呢？第一位数是零的话，啊、其他哈、哦、七位数随便排，这七阶乘、哦、也是不尽相应的排法，二阶乘、三阶乘、哦，那这样子算出来就是答案。这个的话哈、哦、是多少、哦？我们就这个八阶乘哈、哦，除以那个六，三阶乘是六，再除以二。再除以六，等于多少？560。啊，扣掉呢？这个是七阶乘，七阶乘哈，除以多少呢？二再除以二，再除以三阶乘是六，等于210。所以这样多少？这样等于350种。好、哦，这是第一小题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哈，第二小题，可做成哈，这个八位偶数的有几个？好，那我们就说，在那个偶数的情况底下，哦，偶数的情况底下的话哈，就是说这个。就是末位数哈、哦，末位数是偶数的情况的话有几种啊？就是说，这是末位数哈、哦，偶数的情况啊，比多少呢？有可能哈、哦，两类，二啊或者是零啊。哦，如果是零的话哈、哦，就有几种方法。七种方法，啊，两种，这是末位数是零的，啊，还有两种，两个一，啊，三个呢，三个二的，啊，这是末位数是零的，好，然后这个哈、哦，还有什么呢？还要减掉多少？再加上末位数是二。末位数是2的话，这是七阶乘了，然后三阶乘，三个零，啊两个一，啊两个二，这样子。那这个有包括什么？包括前面是零的，哦，那这个呢是，所以哈，第一个数呢不能是零的，第一个数不能是零的话呢，有这个。哦，所有的状况数，那扣掉什么？扣掉第一位数是零的，第一位数是零的。那现在第一位数是零的话，哈，有多少种情况？第一位是零固定，那剩下哈，剩下七个来排成偶数。七个来排成偶数的话呢，有可能末位数也是零，那就是剩下二四六，剩下六个，六阶乘哈。那现在只有剩下一个零，还有两个一，啊，三个那个二，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那个末位数是二，六阶乘，哦，那个末位数二的话，二阶乘，末位数是二的话，那剩下两个二阶乘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把这个算出来，这个算出来等于多少呢？这算出来的话是，这个就等于这个了，
200亿的话乘以二是420，哦，420，哎，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等于，这六阶层的话是等于那个720，这六二十二，十二的话呢，2612，这是60，啊，这是多少呢？720，啊，除以多少？除以八。8 9 7 12 94，这60加90是150，150。好，啊，那最后是420减150，啊，420减掉150，270，啊，270。哦，那这个呢就是答案。哦，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？NU 就是说哈，就是说只要末位数是偶数的。所有的方法数了，啊，这个话就是说，末位数是偶数，啊，第一位数是零，那个方法数了。好，啊，我们现在哈，现在要算什么呢？算说所有的偶数嘛，那要把什么呢？把那个末位数是偶数的所有的情况，啊，扣掉什么？扣掉第一位数是零的那个偶数的所有情况，那就得到这个答案270。